这里，好了，好了。远警巡逻见骑车双载的两名男子，刑警可疑上前拦查，两人却要停不停，最后还加速狂飙。远警以车追人，没想到追到一半后座的男子居然直接跳车狂奔，钻进巷弄内。远警跑都窄巷，继续追。路旁民众二话不说，立刻借出自己的机车助远警一臂之力。别跑！ 跑什么？你怎么案件？你说。拍摄。你以为台湾警察吃素的？警方将男子押至在地，上铐逮捕。事件发生在高雄，男子19日下午，男子是逃逸移工，见警心虚，才会跳车逃跑。全案一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，已请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去办。失联移工想赚钱，不依规定离开，见警铤而走险，跳车逃逸，后果还是遭警方移送法办。记者宋佩纯、罗彩瑶高雄报道。